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这个疗剂呢是叫做个名叫做淋病质啊，英啊嗰、那个学名叫做 Medrinum 淋病质、啊。其实呢个疗剂咧，嗰、那个系点样做嘅咧？系淋病嗰度，系嗰啲梅，即系嗰个淋病嗰啲菌啊，嗰度咧系制造呢一个疗剂嘅。咁呢个疗剂咧，其实咧系、通常咧系用喺一啲。问题呢好比较上好慢性好严重嘅即係譬如嗰、尿道炎啊、盆腔炎啊、嗰、那个鼻窦炎啊，成好多啲污糟糟嘅鼻涕啊、浓鼻啊咁女性嘅嗰、那个阴道炎啦咁同埋啲哮喘咁嘅，咁其实最主要咧，嗰、那个背后嗰、那个原因吓，呢、這个起因咧，就系曾经咧系有人或者有血统关系嘅人，或者上一代或者同佢有血统关系嘅人咧或者父母啊咁曾经咧系患过嗰个梅嗰、那个淋病嘅那个 gonorrhea 嘅。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淋病嘅物质里边做出嚟嘅，叫淋病质嚟嘅。咁嗰多时候咧，淋病嘅型嘅人咧，好系有啲好特别嘅症状咧。佢基本上咧，你可以话咧，佢一种嗰种人咧系好似一种未驯服嗰啲咁样嘅人嘅性格嘅。即系佢好多时候咧就系、是、做嘢好极端啊。同埋咧就好放荡噶，喺性生活方面咧都系咧佢好乱伦啊，好极端啊咁样，咁跟住咧就好多啲膀胱盆腔嘅问题啊，嗰、那个或者阴道炎啊咁，
即咁原來個背後咧，你查到出嚟咧，啊係可能咧，原來咧佢啊佢嘅佢啊，譬如佢個老公嚇係、啊、原來有係有淋病嘅，咁但係之前咧可能咧就係、是、啊表面就醫好咗啦嚇，攞、啊、啲藥撳咗啦，咁但係咧嗰個淋病嗰個本身嗰、那個嗰、那個質咧仲喺度嘅。咁就傳咗俾佢太太啊，咁或者啲小朋友咧，父親啊嗰代咧，原來咧係曾經都啊患過淋病嘅，咁於是呢個細蚊仔咧啊出現一啲就可能係啊嗰、那個好過度活躍都好犀利嚇啊，或者咧就係、是、啊有尿床啊過度活躍尿床，咁有時候咧就係、是、可能咧係。有啲哮喘嚇，咁、啊、似乎咧就試過好多嘅療劑咧，表面上咧即係好似都幾啱嘅療劑咧，但結果咧醫唔到啦。咁最後發現咧，哦，原來咧喺嗰個佢嗰個家族裏邊咧有血緣關係嘅人咧，或者上一代啊佢父母咧係曾經有淋病嘅。啊，咁遇到呢個情況啦嚇、啊，譬如我哋嗰時候啊，譬如啊，可能一個病人佢個爸爸係啊寒損嘅。啊，咁寒損咧，可能上一代咧係好多性病就出啊染到嘅，咁當然啦，好多時候佢都唔會講出嚟啦，咁所以下一代未必知道有呢個嘅背景嘅，咁但係你有時遇到呢啲咁樣嘅啊個症狀啊，啊即係啊好多啲即係好即係好似好難處理嘅症狀，咁結果咧都係啊用啊發現咗呢個嘅啊嗰、那個背景咧，就開始用呢個 Medilinum 呢個療劑嘅。OK， 咁所以呢、這个诶，同我疗法都系噶啦。啊，如果系啲问题咧，系即系系诶，要揾好多时候啲问题咧，最紧要都揾到个好嘅疗剂，啱嘅疗剂咧，咁、那个问题就好容易解决到噶啦。OK， 咁呢个嘅嗰、那个淋病质系一个啊一个同我疗法嘅都诶几、好，即系都常用得着嘅疗剂嚟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